在拍我。大家好，我是豆子。大家好，我是你太奶。我是杨咪妈。大家好 ，Hello。我们今天要干嘛？包粽子。端午节到了，要吃粽子啊。那我们要用什么材料呢？前面这些。这些零食、糖果。那米饭怎么办？用巧克力。答对了，巧克力酱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步骤，先把你想要吃的装在你的碗里面。我也想装。牛奶糖可以吗？还有彩虹糖，还有啊。好了，那妹妹呢？妹妹要樱桃的软糖、棉花糖。好，棉花糖。还有一颗棉花糖，这个。好，彩虹糖。还需要什么吗？我来看一下，还有爱心的软糖，好了吗？好了，换妈咪喽。好，还有坚果。妈妈放了坚果，有杏仁、腰果，还有巧克力米和牛奶糖。姐姐有腰果，还有杏仁，还有什么？巧克力米和彩色糖，还有牛奶糖。那妹妹呢？棉花糖，然后巧克力米，还有彩色糖，还有红色的这个是爱心的软糖和这个葡萄口味的软糖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步骤就是把巧克力酱加下去。可以用汤匙吗？用这个啊，用这个挖。再来就是挖巧克力酱。巧克力酱。对，不要让它全部粘在一起。然后它就巧克力酱就不会很黏，然后这样把它拌一拌，把它全部拌均匀。哇，好像好黏哦！我的糖匙呀，我来拌了，可以拌妈妈。加油，把它拌均匀，拌均匀。巧克力酱够吗？巧克力酱和那个糖果全部拌均匀之后，就 OK 了。像这样子，每一个都有勾到，但是我的它就可以粘在一起。它这边有梗的是在外面，然后这边是我们要包的地方，你把它折三角形这样子，然后下面这边稍微把它压一下，然后我们要开始放料喽。哦，掉出去了，这样把它挖进去里面。哦，妈妈的叶子可能会不够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没关系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橡皮筋套住。固定好就好咯。嗯。然后等一下拿去冰。挖起来，挖起来，走开，要下去啊，下去，全部挖进去，可以吗？对，聪明，用手稍微在叶子那边顶着它，好，那姐姐好了，你就把它压下来，对。然后压下两边压一下，小妹妹，哇，两个橡皮筋，妹妹可以吗？
妹妹已经玩到身上都是了。好，像这样子包好之后呢，拿去冷冻库冰，等它整个凝固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可以打开来吃咯。那我们拿去冰吧。哒啦，我们的粽子完成了。这是我的，妈妈的粽子露馅了。然后妹妹的嘞？好，把它剥开来，这是妈妈的粽子，粽子，它大部分好像都还蛮不错的耶，只有少部分会粘到叶子。我们来看妹妹的，妹妹打开，好，妹妹的这次，好，那换姐姐打开，哎，中，好，掉了，记得。哎，姐姐的比较小颗哎，来，姐姐拿着吃，试试看好不好吃。记得要把叶子剥开啊。哦，这个就是巧克力加班的粽子哦，好玩吗？好玩，而且还蛮好吃的耶，喜欢的人也可以试试看哦。所以我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，端午节快乐，端午节快乐。